德德话就不说了，不是多一话不用说了。我现在很想染，态度可以全放出来啊，不要怕，好不好？我想观众最想感受一下一种舞蹈背后的那种力量，必须是一个好看的对决。陈泽熙跟夏之光他们就要去挑战他们曾经没有尝试过的东西。脑洞大开的话，一定是就是做一些大家想不到的事情，就是创意。走。 我的小心脏，每次看到这炮，我的小心脏受不了，吓死宝宝了。我不要刀，不要刀，因为那个是特别难的，很怕他们会受伤。不，没事吧？崴到脚了。 没事，没事吧？你们这动作可以不用练，少做。毕竟是 battle 嘛，太过于和平也就没有那种对抗感了。团队之间默契和互相信任，才能达到彼此之间的那种配合的统一性。想给七哥争口气，想让七哥也能看到我们的进步，不费他自己对我们这么多的努力。你来，走吧，我们过去看一看他们。 啊！光光，你也来了，他想你了。熬的大补汤，好好学习啊！我有点懵然，就当时就想哭了，因为没想到爷爷奶奶会来看我，对，特别感动，特别谢谢七哥和导演组。 光光还是挺开心的，但是他又要训练，又没有办法一直陪伴。就我们自己这一部分的呈现，我是很有信心的，会是一个很精彩的 battle。哎，明天我和之光两个人battle，因为好的东西不会一下马上给你看到，是一个惊喜，对不对？加油！加油！打出态度！ 不希望任何一个人走，男孩子的话，就像好像就受到了挑衅一样，那种热血喷张的感觉，对，就更加有斗志。燃起来了，得像个男人一样，更想更好的展现自己了。我夏之光，我陈泽熙，我们代表舒淇战队出战，我想对对面的韩沐博和郭子凡说，看着我。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，希望你们喜欢。不喜欢。Let's go。 这个好。哇，还有 VCR。
哲学跟夏之光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，给100分的话，其实我应该给1万分吧。对方的这个创意，我觉得非常的加分。哇哇哇！哦，是肖战他们，对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真的很。